要西在路高头拦公一兜，娃娃叫个骑马下车，等我到再去帮他过来个。要么我到当年做做莲花楼，酒店里去当一个到再去走出来，吃饱了够了来要背了一笔五军旗，没晓得路高头背浪背还不给你搞，一只笔五翻开，街头包菜们笔五里个老酒咕咕咕咕啷流出来，那个到再去我笑死的，哈哈哈哈。那个小娘啦，你在我地里搞那个咕咕咕咕小三人呢？那过不过的？要是那只比武当人去，还要管，还要管，还要管，一只比武机拿来比这样的。在那我老家多去有好去的，有两叔下车的，在那到了门口。这口还能叫一位个生啊，爹爹已经回家门。有两叔今朝开门就不靠，一浪脏了，开门。张姑娘晓得呀，爹爹回来，六楼把门一开，抬头一开门，爹爹，你买我当时吃了还出来这个家，那个吃他赶紧回来。宁可屋里藏我的爹爹喂，不要哭了，不要哭了，那爹爹老爹吃的吃饱，一个稀的嘞，啥事体了？爹爹喂，如果一吃老爹吃得不到马光的，一般人我都看西边的带几百根山，万一个壮烈小子，你两个人顶老到我看，还能不要看你羞啊羞噻？啥事啊？哦呀，顶老早能看，可能正好看的也来看路子。再不我的，我妈年年二那当豆腐，天天都上一位好个，好个。这要是这个路打老登去，那爹爹老舅差不多大的，我四百元的拿到孙子。我们来多来多，张王先生谁来多的？先生，张兵去接那个八路营，从这个门口到来呀临。有亮，开门！李大娘要要到。有亮，开门！哎哎，阿子啊，阿子啊！有亮独人来进行。原来万是李先为个生，那护士不登山包为个定啊。老家到小店有啥个事情？李先生，隔两年豆腐店的生意那个他，哦，他多压个福，生意还好个。那么生意好在不可忘记困难的辰光，我晓得个。来等我阴山不忘求金神。哦，那他还是个明白人。你要晓得，我今朝是五时不等三八点到了豆腐店里来你说戏。那就是多亚恩我来一趟。那康熙年年的辰光，在新包庄屋里加固三千铜钱做豆腐饼的，在那今朝恩我来多谢。可这个三千豆腐饼的，我记得几年前秋光头里就卖了那的，卖没卖过？好几箱不有人逼的，那张兵的来单都喜气天气。
啊，有李先生啊，都帮我看一说，那晓得啊，两夫妻眼睛实心哦，啊，是啊，不认得个，但是我总归记得他是顽固的，顽不顽固，八字何时下的，那对没错个。咱们大爷屋里个东西，那晓得人家个，到今年今朝回家，礼让高礼，礼让官礼，实足要一万铜钱。可一万铜钱，我个种小人哥，一些是我那个大力出力，大力出力，这铜钱个东西好抵砸个去。可怜我三百多人哥有说个这铜钱个东西呢，那帮我哥轻轻个表扬点，这铜钱个东西有铜，还走个，可还走了我就是紫娘中，那个缺德不得。不是四只脚，是两只脚。两只脚，我还有两只拉布鸡娘，跑到拉布鸡娘家走动你个。咱如果人家真当人气不轻哦，那要轻惊动要要输。我三百多人搞成了我古代，你要走动你的东西，阿婆摸得无惧摸天大惊动，啊，你要一千斤重了。啊，也有两个今朝子我得办的说呢，那要能动，能叫的轻斤啊，能是轻斤。可这个我来拿老太婆要一万斤大的，跟人家说今朝要吃包装大的，今朝真的拿着我，靠大太婆这个，俺多呀轻松啊轮子，向那轮做地球王啊！有两大哥个辰光才知明白，哦，俺轮谁来的我两个人看哪里国家谁要比看得起大的，我到这三千兵丁万古在这我万古，难免起得阿些起来的，李先生。神奇动力我们我顽固的哪们我不顽固我们哪多哪小哪比你你我的但是你外征去你只管是多呀去我去向俺轮做地球王啊举起太阳不在西边出去好有两那我只多大是科目家庭好过比你们当上一万多要命的多了些难道我这的云光要是亲戚再不能问一问明早上走的一万动力准备好的谁我不准备好哪轮低效李先生气那风风为家人有两师傅合三位个人刚才我三人可莫多讲啊中国的年高四大能做啊钱要这边说个自己都能来办证外场有两十三人找姑娘的下了灯弟弟呀那两个人说我听领情都人哦七七老九唱我谁听来俺女友打我为个灵我尽快把我去看顾俺女为那嗲嗲长期老酒伤心机笨脑子想不起说过办法为个人等那五毛烧香为主来吃饭再等我来看顾我令我老酒吃吃不心心我想不起好办法总觉得那么未来再我那么等动有两毛毛的谁主来这小女的里把观音一直领情到十呀心秦香先生讲的讲我爱女有何三呀灵可怜我老太婆哈三位个人啊今朝一位到家门俺女开门那么出来的老姑娘晓得要娘亲回来咱们落了以后再手把门一开听到呀娘哭的亲一声包大佬一波眼里一波鼻涕张顿警方记我了我不摸呗屋里的我先来这那个总书记晓得以后没有两默默要发老太婆老太婆啊我接了关照呢饿了不够还能这边比了乐气我这个老酒干熬不了他老酒熬不了那牛子戏啊好吃个来能走过来要现在老太婆来的表扬去老太婆说是气有两默默在尾巴上掉这样老太公无数白老来个一波对对了三十年光棍
可怜老大伯，我总是在那表来捉弄我的，那个还是金怕想办法把俺们扛扛过。东关家的神神不破当女人，还是肯收留俺女人。可怜俺大伯不去扛，要么就扛那个娘家东铺磨坊楼梯的。在那边提醒没？有两嬷嬷要终究扛到我娘家去，可为那金怕都来走去。老太婆要提过头头叫个一路来噻，俺东北到东府磨坊楼老路要八百里来，路高头碰见有头光棍，俺心里心做人那个你，我看这个，到明早五更头头头做好送俺一程，等到天亮头，俺可以出往东府磨坊楼。那三个人在动脑筋，要把呀俺们去扛苦，扛个头来吊灵亲，张我个李先生，张府里头来走呀进，这口倒呀个泥棍一声，长长短短头顶个青光要钢铃啊亲。小子爱你个七三人李先生，那我我个年纪落在外个领啊，三个三四季度半月整，那么正当年纪不同歌声里的一万七同皮眼里有两四五年能为坑地咱们一万动力要多了来着，而那还要比困难明早上走多呀。有句我家的帮子过三年为我学我有两西不开得无定的人觉得聪明过，你那么好压能压得抗固的呢，我看这个因为做了你为学官员痛苦我不留压得起枪气，哎你刺激谁苗早次本力有数的下命令，今朝夜的去抢亲。一龙爸爸，你胡说说！我也要讨地七王的那幺幺数啊！我也要讨地七王棍章啊！说是那个棍章那小气的呢，新娘子还要去抢起来了，新娘子哪里的？东关德武店那个有两西乌拉女。人家这个火台剧白白以前都想出来了，可以前就我想的，哪个中年母亲心的想的去说白白的，来来老家不要去的，跟着我去啊，您二班饺子带走我个后的跟了，一龙个你夫两个人，你我二来十几位个名，一阵饺子心的折，灯笼夫妇找那个亮晶晶，小子爱你个谁聪明，一阵五声得来射中兵，火弹去今朝夜的去抢亲，另一阵五声得来他说用场，你火了听了起来那就会有数，抢亲的人莫怕得紧，多苗龙的磕头到来为个灵，小子爱你个下面为个灵啊，那本我给你定一定，灯笼夫不起舞，为什么要灯笼夫不起舞呢？为什么要灯笼夫不起舞呢？因为张玉英关照小子爱你丫头抢得起抢，定好零售隔壁不可不要晓得，在我不给把零售隔壁晓得，我当当心包当女强抢名物，我等得公安没准备起，这个老子派机要做标志的又要得爬风了，在那小子你关照一下灯笼夫过吃苦，不晓得哥哥灯光五窗妖精的魔音铁铁，还清早空隙年纪点灯牛个家，这个从大陆里都是七高八低的十百人，小子你现在还在没弄到冷漠。叶大姐原来媳妇原来媳妇哪都靠名字啊，是啊，东关新机长张国的尼棍，哦哟尼棍本来压力啊在当个滚在地里来去说，哎呀现在滚在地里没大行动，哦大概在给方便，原来媳妇原来媳妇哪都靠名啊，是啊，
新机长张国的女官，哎呀，俺们在豆腐店，俺在宁定制作店。我来去想了想，今朝考了两间，明白跟这西人有关系。那现在我应天他个去当强贼，这个西家家啊，他爷爷叫我活出来帮到西安的情况了，叫西家起来吃老的道理去。不晓得家他西怕的成就母应天太。小子，哎，你想想我和你太个年代。哎，德武地门口有熊爸爸的西怕吃个家，我叫去各个兄弟去各的。哦，年大姐，有良心我，有良心我。有两刚办起要做德务，老早看过行的。过来了，过来那个明黑来了个乡里。小子，哎，你想啷想？如果明黑想起来了，把明白都要听到的。有良师傅，哎哎哎，阿子啊，阿子啊，新街上张伯的女官，在西的，你里头张王先生来过，丫头小子，哎，你来。哎呀，小子，哎，你来，王区郎赶紧把你喂高兴。晓得这个我先生啊能早些送走。各位爱你爷爱你滚，那丫头们该到我里来再说。小子爱你那个娃娃，后来我来抢男人，在我抢男人说明这边那个门口去，等下进去把那个靠进去，东关家里开店让你人都有数。在明早准娘开起，我当当心包当女丫头来那抢照顾，多呀去对不起。等到我一直得来领来了，我才办法老早想好的。有良媳妇，叫人的东西在京当你要虚过，叫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要西天俺陆娘娘，我教得恁好的呢。你晓得牙花的伢那个小的要小去，还在心上不了不可。我倒也是丫头要送丫头去过，凶凶丫头个虚我呗，你等到我这得来领来，你能嘛虚我呗？你滚啊！说完你的都拿光的，你儿子，啊，你温州不是人吃的猪吃过，他都不给三千张书记没说多好，有两岁小心的人摸，一个来做的盯着，真了，把门板往哪里让脏？你滚！侬外头人有多少多？啊，你妈说完可能来谈谈。你要叫我一个人，可能不可能骗我，可能俺老子的人。在我讲笑，我比对上线的些。来，开了一大门门大，恶意从苏我那个高山走进来。有两师傅，你里头马中了那个趴头五斤三千张比成了一来，门门大的成就比收出去。我当我动力没收的，我好走的。没晓得小子，哎，你一直来没领老的，脑细胞上开运动会，前面帮我拼开大的，抢球的人莫来了，五闯妙棋，我在我王朗那个一身恶意没一关弄的，我在这谁聪明遇到台一个箱子，哎呦呦呦呦呦，有两媳妇哎，可怜我肚皮痛死的，哎，跑到烧掉我烧去我的更劳动的，有两媳妇哎，我到毛坑那去的，是我来帮我爸爸的，你滚啊！你要到马坑那去，那数我万领得起。哎呀，有良心，那年纪大多的，过到什么些时机没记得，数我万马坑的八股，送丫头没领得过。小子，哎，你这才聪明。相逢失败不遂，其二呀你一路爸爸你是说豆腐店叮当改名拼开行的，好说我个额头更老，金怕走多。张哥哥人莫怕得拉紧，小子门口的顶一顶，小子爱你走上外国金啊，青青年女晚上去。你龙爸爸你胡说说，等到我叮咚给你拼开，那你的走进抢你。但那小子哎，你谁聪明？哎，有良媳妇，我马上来起鼓的，来说来说我要走的。我的有良没记得，开了大门翁大一直得来第十七来。这个辰光小子哎，你得来没记得，一到三头妹妹两走进里头，带进有良夹着两个包装，人绑个几腿板，打
等真有了。如今给我个新报到你屋里，那门不拉多呀说地球王，我太阳公司西边出去啊，那么今早来抢劫，你不按那个套。有两叔光光要二救命，我带子动作来了个快，关照一龙衣服多这帮魔人，这真有了，魔力掉了。小子爱你的牛子进的跳进洞，只靠他给牛子舞一首歌，被月亮追不上了。这里是那个金人人，月亮的救命，开不了身。一龙爸爸，你不说说来，有两次我昏了的，那往店里走进去。一龙一夫两个人往店里的来走啊进，哥哥老老都行尊，没见照顾少女为个人，没管门上里，没管道具里，没管小具里，咱们没管箱子里。李春阿长独行孤，上当我肯另外个亲啊，别紧照顾一拉个人。哎你，王家里独行孤在找姑娘有呢，有些哪个意思？哪个两个是派老家去了忙人的？到底这王家是老太姑老太婆蹲这个王家？乐登乐登，谁子说的了？上了灯，了灯娘女，哈拉山呀女，大月娘亲喂，张哥屋里来抢亲，亲来俺们我三位个灵，若不我尽快来看我个姑啊，那娘亲了灯十三年，俺们啊，王干家小阿里去看看。他要么那道具的走进洞，我不能居民管了，莫问道具的也没三个。他要么那么楼窗口走出去，街廊里躲躲，别耽误。街廊里海的不落落来了，就要第三个。我在那个门里，拿着光光那种手来弄接，两个手拍上楼来接，有两默默想想太稀的，没晓得急中生智，一个办法想出。路开口一声一落门，一落门响了。在那名声比声了，毛东乡里十足三年未曾来个只毛东，都出来一路名高头比大东，有两毛毛是个傻憨的，不像一路衣服会记得，两个人有了头皮走上来，对，要死的，开心心闹西都要长出来，一路名你长得的，一路衣服要来，一路衣服那个我，老太婆是那个蒋机关来的，找姑娘楼顶很白来的，拿到来咱的抬一看，哎。两个人抬起来呢，有两嬷嬷马桶高头坐不牢的，可怜哈死的。张女婿，莫烦，在西边也抬了开个呢，咱们不阿里康康。爷娘又是不我膝高头困着，咱那连续打人比军军多。听到声音，有两嬷嬷急塞，抬手抱起来，门高头都比多多，人到了多差点了。张姑娘个头上熬了脚，胖子熬上瘾。咱那一路女婿本事才多。前手将的是一路门半个推开，罗本毛东虎说话，小子啊你小子的，谁要不我这个，谁要不我这个。两个人扯三人，小子啊你的小英啊英。一路爸爸你不笑笑，嘿嘿，在今朝个老酒比大家谁好的呀？两个人怒气生，大骂爱你嘲笑不感应，爱你他一面里忙来认错，一面你女来的呀心。找姑娘一定在楼等，拿不我唱楼西墙去。两个人走上楼等，可
我的有两摸摸骨头露露叫个浪费的老太婆哪能到哪里去的一龙爸爸你不说是为哪能你的到清军过多年还记得到清军过多年可能是哪个蒋机关你哪能说我的我公公那时候让人家来对付我奴娘是个老太婆啊要死的哪能到哪里去的你父母还不要记我行了我两个人离城阿上上我左右前夫媳妇们何等照顾娘阿姨咱那这路口这个安妮让我安妮何等照顾娘成全你呢小子安妮想想也是那个事情你离得江王先生来过亚德当口的你我来行一龙爸爸你父笑笑那今朝我在那当督的行了的那个窝了行了的那个窝行了的谁谁能衣滚本事多行了他们能够活得去特别落了肚上吃吃好哥陪我一句那现在压起了包子等的不晓得小子按你往街里几步行走找姑娘来的一年再给个人穷人在听到压个当名堂耶好压个当名堂那个闲女儿的妹妹找姑娘写的军进动啊对我叫哈一哈哈一起来那一路爸爸你不休息他来我找姑娘你那那那那那民国人都来了来的后来到处都会找姑娘来到比天津神光们大长的你到平个到北来小子爱你小谁的我写我来的我写我来的老姑娘可在楼板高头等小子爱你寻着一笼衣服到里呀楼一笼爸爸衣服修修好在德阳要捏了的独江要开车的哦哟你滚的本事才多正因为你本事多所以俺恨了我开开玩笑表当真万事强人定要啊紧找姑娘这样个五毛来抱紧一龙一虎走上前这样娘轮来砸开可怜各位找姑娘开口要救命小子爱你个谁聪明一块布的多手里这布里的来是拉紧找姑娘我穿我条表做外国人啊一龙一虎的忙三人两个人亲当我老郎亲的旁边的小子你两只手还蛮聪明一龙爸爸你不学校在那两只手轻松手从这次开始找姑娘觉得心包上你的地球王者我那以为人家的人路相奔啊都要做无趣啊哎我早睡拉了去带我我来去顶老人啊卡是有的你看在那两个人拉了找姑娘可怜小子你刚刚要走有两毛毛一波去长山街的对了你滚啊我就是宝贝呢可怜不我留留了的有两毛毛如果你真当要是什么痛哎哪能到丈夫里的家中去个家家中不能阿弟去洗个这个多要把当成亲的那东北家里不要二人阿婆二那老太公二阿公的其他的事情不能过来没都没不着那么好些大姐方位我要走的可怜你啊那九年过那新包装你屋里个阿公阿婆俺没做过那做个做的你洗个姐姐我要走的这老蒋在做差怕的如果娘是个洗老差不一见到去小子爱你滚一落楼各个人光有两摸摸来来叫抢了起来路太我就在这来个来了起没晓得赵姑娘家里的事情也带了又走咋能可怜咋能啊咋能啊今早抢金上姑妹他家为娘多空心可怜啊
受苦受累个无养侬，谁指望明当我得好人啊亲？俺有你在后台跟，像本子卡拉杜光伟个人。想不到那早抢进的丈夫们，可怜侬夫门关里来走啊进。今日娘儿来宾为我开呀，我在相见不知为情。有两嬷嬷哭了十分悲伤，莫里吊老奴有两是在屋里只靠他给牛子母十老奴。不亲，有两嬷嬷为生一气，那个老太公啊再吃老酒个比较好，再吃紫壳草个比较好，可怜这部的比来吃磨人比嘎生。有两师傅多动作里压了一动作狼死党的当年。老太婆，我听爱你来等我，哪能抢进丈夫给丈夫压做地球王，在正当中做地球王的东关家的恩啊阿公阿婆个人啊应啊应不起来。如果死了太公还要做一个阿公阿婆的德要照顾，把那个套呢来啊来动的阿婆行事都没有办法的。我看你还是心机包重，在当国屋里阿个些东西的也看不上眼我，但是阿到底要去到我阿都来忙三招的东西准备起来。唱有两苦衷情，丈夫里的那英啊英，张玉英要他第七王，李春啊张忙三位个人，波灯七彩要眼睛，红砖铺地在戳戳心，准备工作做端正，张玉英。一身打扮的新郎官，大厅来喊灯，抢亲的轿子到来万个铃啊，小厮爱你回到端正，老爷叫姑娘得到，爱你你劳苦功高，老爷从容有赏，来关照两名衙官，快快搀扶找姑娘出轿，咱们后头两个到了轿营里。叫个们立领开赵姑娘舞出来，不晓得个赵姑娘披头散发眼里四薄，这屋里东西收了双手磨人掉了，张玉英也说过晓得可是安吉拉恐怕一路高头来我穿过掉要救命，所以才个去掉劳动，但是到了我里我大明之当中要雇了七个咯，在那一下做西文的安吉那好顿顿去得了来，那许次的赵姑娘啊，你难道不知道我家的家法吗？下次你想让想啊，多呀做西饼菜，那做西饼菜嘛，我做西饼，多个做的馅饼高兴。哎呀，多呀喂，一张喜帖写都是我敲过，哎，那么赵姑娘，哎，我去这些开始要那娘娘菜，哎，那不靠进去，哎，那大人我小人，哎，大人会见小人姑，多呀娘娘多多原谅。张玉英想让下个火弹举西兵做大来水平不我都要高的，在那张玉英上前靠我照顾啊，哎，你已经认错的那就原谅一点，来来来我不能松绑，我不能松绑，这部的东西比外切一关磨人比嘎塞，我接着两人的靠错顾那都来尽快把当的人亲，旁边的照顾想让下那个胸口那凌空像照着武术像奔驰，那今年六十一岁，我十六岁个王花贵女家，说你要过不侬，赵姑娘您气噻，旁边的张玉英要来拉拉伊，伊到一只手八分过去，好巧不巧，撇当着张玉英一个包装，在平常的些方巧我当一包装，云大大个走过去，儿子到眼睛汪汪，张玉英就要拿个命，不晓得今朝被赵姑娘吃了个包装。张玉英为他没气但就消失的我今朝何必让你个包装总算帮着亲亲有色的皮道，在现在
七夕节的亲眷朋友有个许多的，今朝被赵姑娘当场考一个包装，明朝怎样开启我名气牛的？哦，做新包装员，上俺你这豆腐店里老公想打铜的，不晓得被评价主女说了个包装。张玉英想想，我要弄个老张师。嘿嘿嘿嘿嘿，哎呀，赵姑娘，如果你良心才好，万不知我做人哥当时来的体贴我，晓得我这两年虚浮弄伤，我刺痛的包装棒棒震动，那这新我的个双手把我来挪了挪下了，小子按这个毛皮具连忙跟了，哎，先挪了挪，先挪了挪。旁边的七夕节的百人想想，三个二挪个，那么今朝夜头温温馨馨，我跟俺老母也去挪挪他嘞。张玉英想了想。听到赵姑娘给副样子俺可几娘的不问今朝把堂子把不成这个关照安妮我新一波王道接着再坚固把堂重新把固哎大家要禀赋去西郊百人不拿不牢的要不拿去两千的今朝先来我妈接来姑三斤斤张玉英要在你讲啊真为情哎你我将赵姑娘顶上楼等罗娘娘王家叫我罗爱喜好你想去晓得咱那小子哎你领着赵姑娘到了罗娘娘王家娘娘多呀吩咐那群群照顾啊你的地球王在那不可以妒忌自信你姑娘那这会放心一定得好你想去罗娘娘请勿照顾来所谓个定内心内想去对阿珍阿姨赵姑娘那配上多呀个地球王这即使写了个好不为个名多呀个许此启动了那可得心满意足来迎阿珍那听我当当黑人的女千金阿只有做当第六王夫人那人啦七岁贫家穷苦人正因为那相貌像观音能够配上我第七王夫人那心满意足来带外国人啊我知道呀要请为心旁边个赵姑娘一听赵姑娘怒气生明白叫一为拉刘为金我们一生落压低那过境过你少轮啊轮我写人七岁贫家女说了真才来问当当真真来作为一个人那我的富贵名美女过不我是那个做富啊人那一定两个清当做了车事情清查起码到丈夫里旁边那个罗娘娘想好想说戏啊赵姑娘赵姑娘如果你在听当道理不讲我的好对对去了去啊那谁个摸我那我娘过程当你做了几面的人的车子机他等于是我是鸡的我当当新包当女地了王今早不能修过难免费牙的牙不是好奇的食料特别皮塞手指才来了个伤包装里隔了隔了把他修成无了要到张玉明去或者草丁多呀喂豆腐店里的赵姑娘你的怕那女人们啦真为情我乐等好你来相去一别但别听去别要摸我来人啊情动手动脚来当人而我丈夫是个孤老妻那而我需要来做你旁边张玉英想想豆腐店里有高怕那个啊
哥哥受骗了，花不得当当要骗我一个包装。好哥，老爷请侬放心，大爷今朝不能报仇。哎，你乖，哎，老爷，小事体，小姑娘的人我不要冤的。来，引路一不得，金刀一拨，磨刃一光，狼王盖里冠军。哎呀，西的，一不西门装阿弟西，阿弟西西牛干阿嫂，牛一块一块落落来的西。啊，一刀呀喂，辛辛苦苦去抢大的那个种子要比西的。他六娘娘劝不好么？五娘娘好劝，五娘娘劝不好么？西娘娘的三娘娘、二娘娘的大娘娘，一往一往大同起个人。我听那个讲事体要三思而行。那我的年纪好几年才碰到我的脾气没觉得，我说一就一，说二就二，找我的事体去办。姑娘我的，咱那小子哎，你讲找姑娘狼王干的别精明，三样东西比八同。小姑娘，哪个穷人前世穷人，今世穷人，何时现在穷人？他对这个新包装女的地球王固定家族关系被判官小官做那么，但那三样东西能洗干，阿里样洗洗他色色，但那个洗名章阿不来洗这个，阿不来洗的抽筋的不自在个，这就是我了，小子你为妻为民刚说，可怜你这个大姑娘，听到给不长你个，爹爹莫为。我要在那何时为在爹娘啊，我今朝身在鬼门关，亲戚马上要命啊鬼呀你，弟弟呀只有我吃酒吃药根，害我爱人我命难啊存，众人为那抚养我成人有依靠，可怜那一场欢喜在正怕为个人，弟弟呀、我今朝身在鬼门关，内心的话儿存你呀听，请了平常少吃酒，免得在屋里有三零，娘亲啊可怜侬，滴滴咳咳有毛病，我若不能尽孝啊心，爹娘啊我今世难报养育恩，来世再报父母啊情，今朝里那命归为个阴啊，明义清明伤心悲，赵姑娘一推是我卧落，拖过来一顶桌子，桌子高头立上弄到了帮磨人，在那行了里村姑一个卧脚当了行进里套青铜，两只脚别一顶桌子金刀的，再来个一只锅气，小子你的石牌来的想了想三样东西，一路还还没要暗色，今朝戳戳没要通色，磨人雕雕没要刻色，咱们晓得哪个戏，这时候把门一开，抬头一看嘛，啊，破蛋就叫上色了，这个的场面从来没有见面过的，白菜有啊。小子爱你还是那个人，一寸得你大心啊你，可怜你上气难以救气，我不加快学爱为个生，张院旁边打来为个灵啊，我的居是我刚领亲，我要洗碗的如果活的我姐姐我个来让我洗的这个娘子别张玉英上进一个包装，小子你靠心的啊，导演我你错的，赵姑娘洗碗的再来个是过去喊的，赵姑娘洗碗个中年洗碗皮肤洗这个大惊小怪的介绍，嘿其实他到二货院当大动业花骨灰贼，导演为赵姑娘长长多多我个西施白白洞，白白洞二一龙衣服帮忙，咱那小子你来行一龙衣服，那因为爸爸衣服是说那吃酒的，好小赵姑娘洗碗的，
我说人家帮帮忙西施去烧衣服，如果娘是个火炭居啊，十倍不想想黑了赵姑娘一命身亡，今朝想人家帮忙啊，别帮，哎呀，一命不离不休休喂，那我人家小的一血路血的一交半年，哎，拿起枪的灯光陆家谷中有许，我说那一个西施背不动我家，那帮帮我让么写个一桩事情，拿帮我做好，每个人不拿五十个铜钱做老酒的，这两个石牌还是滚在你身上需要的一个人，好不好？既然有老酒的紧张，那就帮我。两个人来到蓝光街门口的，小子，哎，你我拿先进去，我明阿的等他。哎，要去多过多去，咱那你要办法，你也跟进。不晓得听到赵姑娘在来个是国汉，一龙你互动脑筋，你说一龙，我来至今到底三五七十啊？哎你，来，还是白鬼阿白烧鬼阿烧，西施怒气饿了嘞！我今天我估计我宝贝都不讲，如果郭太君去抢抢个白白白香，啊，谁家个白白白香个抢，怒气多气。小子，你想想哪来帮我去郭太君？真的，哥哥叫个一杯真塔龙嘞。郭太君谁还聪明，多了一把金刀，要拍你这个，哎，一光神金的。没晓得赵姑娘一个人说个落来遇到李老爹个小子，你还是的，哎，赵姑娘没靠近的我，没靠近的我，你要紧张紧张多下去哦，没靠近的我。有两个朋友问你几件，来来心在迷信的，根本在迷信，根本关心。赵姑娘一下子落来了，谁有两个要做好你了？谁在爱你没把牙来困扁的？咱那一龙一虎两个人陪着赵姑娘，合伙与庞大的朋友要化骨归真。张玉林个大胸口，逼着那个赵姑娘啊，归呀一。在我们给你洗碗那里，爹爹摸完一手个脚头汗嘞，可怜有两叔叔老太婆让我。大爷老太婆，儿女强亲丈夫命，日子那个姑姑夸得轻，明早个三早到来呀里，今早啊。礼品摆端正，忙过三招可放心。下班要忙三招起来，可怜有两嬷嬷与老太公啊，屋里的东西一些些都热，要说个礼品好去忙呢。老太婆，你放心，我润福店陈老板里私一袋说好行的，啊，我们同年有外面去玩过。咱那有两师傅来到陈老板屋里，各位陈老板喂。我们的少东的副司带我来挑战，哦，哈哈哈哈！有亮，今朝要到中国做阿公去的，哎呦，杨子们想起来大姐，在这个阿公，你那个副机厅的，今朝有亮要到中国做阿公去，好是个司带比拍一副啊！广东荔枝福建桂圆，山东银台苹果过年五八档，富泰金我个比银子多。啊，四一单还是个送不易，哦，也可怜啦，陈老板都客气的姑的，松松不见当过，侬阿公阿公啊，少二两声，还是我有两叔这个亲一岁，哎，要给客的，阿公么就是阿公，啊，搿副四一单我送不了，这个童年没算我，侬总叫那女婿到爷面前给我好人生，我们二爷叮当的少来找找麻烦，我这个下来侬在。可给谁都做个放心，我按女婿多样年纪没我好过。咱那有两叔挑着黑带，要到中国去忙头亲。挑着黑带把路引，老百姓云大大招呼。当啊啊真为真，有两叔我到中国做阿公去的啊，那女婿到要年纪不爱我生的哦，我们五好少来多多，晓得晓得，有两
在今朝比秦桥公办的阿公杨子了才想的，等他大哥招应招应我，有数有数，有两想想笑了里的做人知道在啦。金条还单把路营，心里高兴接不完个亲，接不亲个快得完个亲啊！张府门口到来临。有两想龙想，这个王五子平常干的蛮势力，张府里有些事体了，还不要先二一声阿公，也不能去通报。在今朝我不来二奴才，今朝我在堂堂正正阿公，你总要先二我同的。没晓得是在等挑大动，名声不响。等了不少功夫，王五子力度不起力，但那有两事等不了起的。王五子，哦，嘿嘿，这十个娘是有两。平常间的没客气，我是阿公，今朝带命独行的王五子，阿公就说不饿。饿了名字咋子不能好摆动嘞？那，我名字不我好摆。不好被白出拳头来这个，那你再想想看，今朝啊，能被张大爷做地球王的，我是来忙三招忙得清，照道理走到你先要恩我是阿公，那你为了恩我心想着当丈夫，实在不能好被。哦，哈哈哈哈！有两，啊，你来忙三招啊，哪能举起来呢？哈，举起来，我那个路高头你看见。那蛮客气的，一阵轿子四个人抬得起的。那个四个人，一个姓倪，一个姓罗，一个姓达，一个姓王。有两师傅一听，倪罗大王，哎呀！晓得俺们何三林，可怜有两要难啊做人。一口冰糕朋友们，后头的尸体需要为个样啊？再等何解，当年为情。